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啊，那希望大家听到，虽然我都用母语在唱歌，但会希望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。然后提琴是西方的古典乐嘛，然后华央、回央算是阿美族的古老的那种吟唱的方式，也算是我们的古典乐。啊，就两种东西放在一起，其实一开始放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很突兀、很矛盾，这两种不一样的古典怎么可以融合？啊，有一首歌就是我一开始觉得融合最奇妙的感觉的时候，就这首歌开始。这首歌叫《曲水歌》，有兴趣可以听。Thank you.